drum 就是有那个 beat， 有那个 rhythm， 完了过后我就是好像很好的 feeling 这样。小小他去好像我的姐姐的家那边有那个钢琴，他看到就跑去那边要坐下去要弹，他很喜欢 knock knock knock。 有些听到那些lion dance， 哇，他更喜欢那些鼓很大声，他就很喜欢咯，有音乐叫就整个人很开心这样咯。好像音乐会，我觉得有点 therapeutic 这样咯，有时做工啊，那时读书啊，什么也是会 stress up， 他好像可以 focus 在音乐里面咯，就可以安静下来这样 calm down 整个人。我的妈咪就跟 Buster 讲我喜欢玩那个鼓啦，然后他们给我这边 try out 这样一次，然后过后就是可以了，因为 打鼓给教会就是好像一个 blessing 这样。他们这些孩子，好像我跟我自己说咯，最主要是不要问为什么，还是 blame， 最主要是要接受他了。我觉得 society 不要可怜他们，but just trust them。有时他们有什么 inappropriate behavior。 Be nice 啊 ，but 不要 pass 那种 hurtful remarks 啦。不要说太久啦，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像他学 copy， 他做好他的 copy， one step at a time。 Who knows after 他真的哪一天做到 barista， 他可以。 有自己的生活 ，get himself a house， or 那时有家了，我说才可以交朋友，那女朋友那些，生嘛也是 healthy boy 嘛，也是对不对？嗯。